地红。这篇写什么呢？也是写自己的名字。祈请药师佛，头顶虚空显现，全身放蓝光，加持铸造我们的笔，加持我们全身。笔接收到蓝光以后，就写下自己的名字。写什么？一切灾病魔障消除，安心，学到。一切灾病魔障消除，安心学道，办道有成。一切灾病魔障消除，安心学道，办道有成。一切灾病魔障消除，八个字，一切灾病魔障消除，安心学道，办道有成。学习哈、这个道哈、办道啊，就等于是要办事办道，办事，嗯，办事的办。学这个佛道啊，办道都有成，安心学道，办道有成。一切灾病魔障消除，安心学道，办道有成。我们赞助者是只有80只还是多少？没有，80只再加上那50只，快130只。Oh, OK， 好。那刚刚上次已经多花了。好，那边是大概50只去了。刚刚已经50只了，是吧？对对对。50只要还给公的。嗯哼。那就哇，一二十，一二三四，那就把剩的，我们再发给大家一只，两遍，看够不够。一人再一支，好，写谁呢？这一个结缘的这一张就写重赞助护持 PLT 者啊，慈莲雷藏士者，因为地方太小，我们就写 PLT 重赞助护持，一个重旁边一个赞助跟护持。四个字分两排 ，PLT 者中间哈，所有赞助、支持、扶持、供养 PLT 的人，即使没有出钱，他出心出力、出嘴巴都好，我们也让他们重赞助、扶持。PLT 者，好，这样子才写得下，因为地方太小。光明吉祥，好。所以凡事有赞助过，这么多年来有赞助扶持慈莲雷藏士的，啊，慈莲堂者，好，我把它写下去。好，祈愿。按奉药师佛赐令众赞助护持慈莲雷藏士者 PLT 者光明吉祥律令纲，祈愿业消众等业消福增，业障消除，福分增长，众等业消福增，灾病障除，灾病障除，灾难的灾，疾病的病，业障的障，魔障的障，除掉的除，业障业消福增，灾病障除。
所以写这些也等于包括我们自身在里面。夜宵福增，灾病障除。多念它几次。丹凤药师佛，赐令众赞助护持 PLT 者，光明吉祥绿令刚，祈愿众等夜宵福增，灾病障除。多念他几遍，因为这些众赞助护持也都包括我们自身、我们的家人眷属，只要他们有心念个经回向，也都是护持者啊。去跟人家宣扬也是护持者，不管是阴阳两界啊，你为谁做功德，他们都能够啊这样子的业障消除，福分增长。我们希望所有今天、以前、现在、未来啊，所有赞助子人、雷障事者，确确实实，他们的业障都因为赞助而得到福分的增长、智慧的增长，一切的阻碍、灾难消除，光明清净。自己的名字把它分开来，众赞助护持者啊，所以呢，这是我本身跟苍天佛菩萨讲的，所有赞助子连雷藏士者、护持者，然后护持包括很多方面。他也许不是就只有用钱来赞助，他任何方面都可以去跟人家宣讲也可以，啊，那么出一份心力都好，只要他有心跟这个菩提事业连在一起的，任何方式都可以，就修法回向给他，希望因这一世的因缘，那么能够得到这个样子的福果。啊，能够得到这样子的一个世福加持，让他迅速的赶快夜宵福增，所有要得的这一个资粮能够迅速具足，赶快啊回归净土，这都是我的心愿啊，所有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愿，很感谢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，这一世来做这个事业。来跟这么多人来结这份善因，有这样子的因缘来带领大家，啊，来提示，啊，来帮助大家的提升，大家的一个灵觉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作。那我们现在就要进行药师佛的这个护摩法会，大家一听到药师佛，很自然就会有这种感觉。药师佛，药，吃药的药。你们今天有带药来吗？好，有哈。任何有吃药的，或是贴药的、擦药的，都可以。现在讲，也许很多的学生或是同门啊，前些时候没有来，没有听闻。如果你有比较重的病症一定要服药的，那么你就可以把药放在一起，啊，你自己，啊，就是祈求，你现在生了什么病，啊，吃的这个药能够得到药师佛他的放光加持助照，让你什么样子的病症能够迅速的消除，啊，能够让它正常痊愈，不管是哪一方面的。那你真的没有办法拿药来，那你就观想，啊，这个吃药的人是自己或谁，然后这个光照这个药，也照吃药服药的人，啊，让他吃这个药能够得到迅速的改善痊愈正常，啊，这个是很重要的，啊，我们祈求
把这个我们所祈求的讯息送上天，让这个天界佛菩萨诸尊，尤其是今日的护摩主尊，能够聆听你们的心声。不要小看一片护摩片，为什么我们这里常常会跟大家结缘？这个护摩片我要大家写的时候笔一拿上来，好，不是就这样哦，赶快写下名字，不是的。这个护摩片，好，观想今日的护摩主尊放光铸造，他是什么样的形象，你要想好。真的你没有接触过，也不太熟悉，你就观想什么光。像药师佛，他是蓝色的身体，他就放蓝色的光，最重要看他身体的颜色，他身体的光放出什么颜色。这个光，譬如今天药师佛是蓝色的光，光就照这个笔，那这个光不可能就照一支笔，这个光就像太阳光不可能只有照一个人，照你的手，你站在太阳光下全身都照的，所以这个光照全身了，同时也照你拿的这一支笔。为什么要这样子想？让它有一个专注的一种感觉力量，所以照上它，那你用你的意念接到了这一阵这一道的蓝光，这蓝光就写下去。如果这覆膜面上面并没有写主尊，你就写上主尊的名称，这表示写上去，同时也观想他的形象跟光就在上面。他下面是谁，这个空档就是写下自己的名字了，或写下你自己要写谁的名字了。然后呢，你这个光在照下面谁，自己的名字，你就得到无形的感觉上，这个光就在笼罩你，加持你了。你要有这个意念提起来，然后就这样子写，那你就永远感觉到它在你的上面，光一直在保护你，加持你，就是这样。那么加持你哪里？你有斑、有病、有痛，你就特别你的感觉去通知它，我腰痛，好，我胸痛，我喉咙痛，我鼻子痛，我眼睛痛，我胃痛，我全身血液不好，循环不好，我的精神不安宁，我怎么样怎么样，你可以去输送的。那它这个光就铸造你不舒服，譬如你右肩痛，就光就一直照你的右肩膀。那你右肩膀很僵硬，你要用你的意念去想，这个僵硬要让它光一照，让它松软，让它不要那么僵硬疼痛。你自己要用你的意念去想，你想不出来你就一直想光照就好了。如果你这光照又同时能加强你的意念的一个变化，譬如说很痛很僵硬，你就把它形成好像一个很僵硬的一块石头，哇，一个黑柳，哇，很毒素的东西成长在这里，啊，集中在这里，然后呢一直照，那就慢慢一直软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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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没有黑暗，哇，一直照一直照，就照到这黑暗这地区的黑暗就没有。要去想的，要去想的。以前我说过，周师兄背后有两个脂肪瘤，像鸡蛋这么大。医生说要开刀，他怕开刀。有人说开刀又来，开刀又来，那等于是没有开，那还要受吃苦，这个也开刀的痛，所以他就不敢去开刀，不敢开刀，两个瘤那么大，很可怕。所以我就用药师佛的法，修法回向给他。不需要他本人在我旁边，就用你的意念摄召他来你的前面你的旁边都好，然后观想药师佛出来的蓝色的光照他全身，然后特别照住那两个鸡蛋瘤，然后让鸡蛋瘤那么大，像鸡蛋一样 的尺寸，你就观想光一直照他，一直照他，一直照他，让那个鸡蛋的那个形状一直缩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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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最后没有了，就没有了。你知道，你自己要用心的，要用功夫的，要时间的，很多事情不是一触即成的，一定要让大家知道，这是在练习当中的一种力量产生。什么东西都是要假以时日的，不是说做一些什么做一些什么就马上要什么，不可能的。能够形成这么样子的
这么大的尺寸的一个脂肪瘤，有时间性的，不是生出来的小孩就有了。那么它的时间性这么长，你想修一弹法就结束嘛，就消除嘛？不可能，连医生都要开刀去把它割除，都要动作，都要这样子的一个过程。你更何况修法一下，除非你已经成就了，你已经成就了，你确实有那个功果这么具足的力量福分了。你没有，你就要练习，你就要练习，一直练习，你这光一直照，一直照，一直照，可以的。结果我是每天，你知道吗？我不是就修一坛法哎，因为我跟他打赌啊，是不是？那时候他不接受我所信仰的，不支持我，我很辛苦，我要助人帮人，来到家里，每次都给他大小声骂，你怎么样帮人呢？所以又跟他讲有理讲不清，他说为什么你听得到你看得到，我听不到我看不到，那都是骗人的。我说我会骗人吗？你看我的个性是骗人，我又没有收费，那时候在家里我是真心要帮人，可是他就不准，他就不要，你知道不要，你要做事情就家里有这样子的反对的声音力的这样子的人，哎呀非常的辛苦，早期真的很辛苦，不像现在，哇真的很辛苦。这是一个家里的门，家里只容许自己的人进来的，要开放给众人，三流九教什么人都进来，会发生什么意外都不知道，你就是完全没有去分别，只要人家来你就问你就帮。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菩提事业有人阻碍你怎么办呢、啊、那就只有求奇迹了，求感应了。那怎么样奇迹感应？有一句话讲心诚则灵，怎么样心诚则灵？就是你的心了，你的心提出来，诚不诚心就在于你自己，没有人逼迫，没有人强迫，是你自己，你的心真的拿出来了，挖出来了。为什么要拿出来？这件事很重要，不是你的事，但是你也觉得最重要，比你的事还重要。这么多人受苦，这么多人怎么样？请帮助我，我跟他白纸黑字签约的，这个瘤如果消了，他就要帮我了，他就要扶持我所说所做，是真实的事了。那时候 Heavyweight 帮他好了，他觉得没有用，因为是巧合，也许这段时间比较没有花粉，所以他不吃药，不流鼻涕，因为我没有告诉他，所以他觉得这是巧合，所以我就没有话讲。那现在真正的白纸黑字就是真的去面对他了。哇，那时候自己刚开始也没有信心，知道说这个法很好，好在哪里？偶尔有效，偶尔没效，让你也不能真正的跟他哇撑到底。所以两个这么大的瘤要让他没有，这个叫很大很大的信心。我才刚皈依没多久啊，对不对？你说要有这种信心，我看很多人即使修很久都还没有这种力量。所以那时候是为了众生，为了这个命脉，为了这个法脉，能够在这样美国加州啊这个地区来引起这个众生的缘分，就看这一次了。我一天修多少次我都忘了，我从坐着修，那从急躁，好像自己觉得信心不够，站着修，站着修到走着修，那一直心一直浮起来，到底能不能成，到底能不能成功？哇，那个心很急啊，因为很大的压力在，你知道能不能成就靠这一次的感觉了。哇，到最后要表现诚心啊，要怎么诚心？自己对不对？这种事情就是看你自己，就想很多很多人的可怜，很多人的问题灾难，很多人的无处去倾诉，无处人帮，能够得到帮助啊！想到这么多年来，这么的做，不是说多年，这么多个时刻来，那么多人从早到晚一直涌进的问世，在小小的公寓的客厅，我怎么帮他们呢？如果我的家人不支持我，我怎么帮他们？连这道门都打不开，怎么办？
所以就越想越辛苦，越想越难过，越想越心酸，连要帮人都受到这种困难发挥，所以就自己本身就升起了那一种念头，我就跪下去了，我就流眼泪了，就跪着，不是用坐着站着走着的，用跪着修了。一谈法四十分钟五十分，你跪跪看，而且不是一谈，自己觉得信心不够，觉得好像不成，这么厚的一个柳，这么大怎么削，不开刀怎么削，一次一次一次，我一天修它五坛七坛八坛十坛，从早到晚只要有时间就修，他们都睡了再继续起来修，睡不着啊，因为这个事情没有一个成果睡不着啊，又不敢问你消了没有，消了没有，不敢去碰，让他会笑我说你信心不够，哇，不灵感，所以不敢问，也不敢去摸，不敢去查，就靠自己的心，你自己可以知道的，灵不灵感完全在你的心，你非常的信心，你已经觉得可以了，这个事就成了，你那时候七上八下的心，还不能定的心，表示力量还不够，所以那时候我一直修一直修一直修，眼泪一直流，本来用跪的到蹲的到趴着到整个人就跪在地上，软在地上哭的稀里哗啦的，每一坛一包卫生纸啊，哎呦，你们要让他感应啊，让他的流消啊，不然我以后一辈子都不能做了，我要帮人都不能做了，哇，哭得好伤心啊，药师佛，你一定要让他这个流鸡蛋流，哇，我们那时候不觉得是奇迹耶，只觉得说一定要成这件事，一定要让他没有，因为这样我才能帮人，不会觉得说一个柳脂肪柳鸡蛋柳这么大要不见是奇迹，是 incredible 的事情，不可能的事情，那时候没想这样，只想我一定要让他成，让他感应，感应我才能够帮人，就这么简单，就是这么一个念头。所以每天呢，我不知道各位对一件所求的事有没有这种心，心诚则灵，这个心，这是真实话。你知道心诚则灵的心，一个人能够提出莫大至上的诚心，会佛菩萨会感应到的，会 touch 到他们的心的。人若有诚意，能够感应上天的。我那时候大概就是这样子，哇，感应到我菩萨诸天吧，也不知道修多久，不敢去想，只知道一直修一直修，修到有一天自己觉得好像可以了，那去试试看，那走过去，那用这个手镯啊，就故意端东西往他后面就去碰一下，平常那个柳那么大一碰就知道，结果对准那个柳的地方一碰，哎，好像没有碰到，又在故意碰，我说你干嘛走路这样，就是在碰柳嘛，对不对，哎，一个好像没有了，我整个人就不一样了，哇，赶快另外一只走过去，又拿刀又碰另外一边，哇，那边还有一点点，哇，这个时候就大叫了，就跳起来了，不可思议啊。所以今天你们能够坐在这样的地方，是这样的感应来的，否则我的家里第一关就不同意，我怎么走出来？我是一个家庭主妇，哎，我是四个小孩子的妈妈，哎，是不是？我怎么能够丢得下来？用想了就好，不管人家怎么骂我，是不是疯狂？是吧？这个像败家妇，哇，走火入魔，家庭都不顾了，不管人家怎么骂我，反正我能够走出来。是经过我的家人同意我才走出来的，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，我怎么有可能？一般的想法就知道，像你们要来参加，家里反对一下都走不出来了，是不是呢？更何况那时候是在自己的家里打开门的耶，自己家里赚的钱去投资前面的房子，哎，楼上自己住家，楼下把它空出来一楼半给紫莲堂，哎，然后紫莲堂不够用了，再拿家里的贷款，再去银行贷款，再过来买这一栋的耶。我们早期是这样转的，没有人帮助的耶。
是这样转过来才能够一间一间的来。如果没有很强的感应，让我的家人愿意，不可能的。那每个月是自己在掏腰包贷款的耶，利息在付的耶。只要吸收同门来信众来就好了，什么都不敢讲，你知道吗？明天的饭钱在哪里都空的耶，那都没有，还要煮给大家吃耶。只要吸收大家来就好。那时候根本没有佛教，不要讲佛教的新兴宗派，怎么去摄招众生，是一步一步这样子来的耶。哦，这个如果没有感应不行，怎么感应你的心？所以现在很多人问事稍微怎么样，哇，就要求怎么样。有时候我心中都蛮感叹的，很想跟他说还不够，还差很多，你的所作所为还不够，还差很多。你真的要感应这些事情可以成不成，就在于你。所以我才会用很简单的话讲自己吃自己饱这句话，用我们每天大家饮食来比喻。哪一个人你肚子饿别人帮你吃你会饱的？这三岁小孩也应该懂啊。就是用这句话来提醒大家，你的心用不下去，不够深，力量出来就很浅，感应回报顺利如你的心愿就很薄。看你的投资啦，看你的投入啦。你们不要以为我好像天生就会，我刚讲过了，我的过来也是这么样的辛苦的。我以前在帮人家问事，我请台湾我的妈妈来帮我照顾小孩，我在前面，我妈妈在后面抱着小孩在沙发喂奶，她就在听听我跟人家怎么讲。哦，你要怎么样，别人就怎么问。哦，我就跟她说，我妈妈就一面喂奶，骗人的啦，就说我骗人啦，她是我女儿，我知道她骗人啦，你们不要被骗了，赶快走啦，她骗人的啦，你们再信下去就完蛋了啦。我妈妈哎，在后面这样踩我的台哎，她最重要就是要赶大家走，不要来麻烦我，让我做不了一个好妻子、好妈妈、好一个家庭。所以什么人来，她都讲尽所有的不好听的话，让人家觉得怎么会这样。啊，到最后我一直跟我妈妈讲，你不要这样，你这样也是在破坏你的女儿，破坏我们也不好嘛。我知道你好心不让人家来麻烦我，但不需要这样。跟他讲啊讲啊讲啊，讲到最后 OK， 他收敛了，不再当场讲你，掀你的台。可是他看到有人要结束了，赶快到门后面外面站在那里。我告诉你啊，他完全是骗人，他是我女儿，从小根本就是喜欢说谎话。哎呀，没有这回事，你千万不要来。哎呀，信这些都是假的，他为了要……那个人就每个人都这样子回去。他骗我什么？没有骗我什么啊，对不对？我早期是这么辛苦啊，我妈妈这样，我们家师兄这样，哇，我那时候打儿子打爆炸，因为家里人来那么多，小孩子就跑到房间玩，这个人都把他弄断，被他偷啊，各方面，对，全家都哇，怎么过啊？可是你一没登报纸，你也没有亲戚朋友在这里宣传，这些人不知道从哪里来，我都不知道。我是一个加拿大这样子无亲无戚跑到这里，怎么每天从早到半夜都一堆人？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。我现在要跟活菩萨问，你们怎么安排的？我不认识任何人，我都躲在屋子里，怎么就会一堆人来呢？好奇怪，我现在想想也很奇怪。真的是你一个移民新的地方，没有人认识，怎么会每天从早到晚？我说过，我一天接八十几通电话，你们谁接过八十几通电话？很可怕，听到电话声就哇，全身鸡皮疙瘩就起来，哇，就僵硬。八十几通哎，从清晨问到半夜三四点，都还一堆人不肯走哎。
我都不知道怎么过的，那时候还一年一个小孩，没有助手，没有任何人帮，就是不知道怎么走过来。所以如果不是佛菩萨诸天的帮助，我认为我走不了今天，到不了今天。但怎么样子来源，我不是天生的，就是自己本身很怎么讲，很基本的，很传统的，很最基础的，什么都不懂了，只能求，只能诚心的感动他们。一句话，心诚则灵，自古以来就这么一句话，心诚则灵。在两三年前，你们看到我，我腰骨根本连上楼梯都不会，这个莲阳法师还钉了一个木头，上面铺什么，让我踏那块，对不对？踏上来，哎，你知道吗？我连上这个楼梯都上不了，哎，在两年多年前，是不是呢？连脚举起来有一点高度都不行，学校的那个 stage 那一个板就这么一节，我都踏不上去。那就是有这么困难呢，但怎么办呢？是不是西要开刀？开刀能够好吗？没有 guarantee， take a chance 啊，是不是 50-50 啊？就好像宝宝一样啊， 50-50 啊， yes or no， 那你要去试嘛。我现在还能走，再怎么样难走，还能够扒着楼梯走，还能够拿拐杖走。我如果开刀一失败，一餐饭连走都走不了，所以自己就在那边衡量，要嘛不要了。那谁能帮你？试过了所有的大小医生，中外医生，人家所谓的神医，哇，你知道我飞多远过吗？我都去试过所谓的神医，多少人介绍的，空中抓药的，你们看过空中抓药吗？我都试过空中抓药来医我嘞，是不是？不晓得是我心不够诚还是怎么样，空中刷药我很担心去抓灰尘来给你，心里有障碍，所以给我叫我吃，心中不够诚心信念吧，总觉得怪怪的，那个人的手脏脏的，是不是呢？哇，这个什么药丸里面空的给你看，空的，然后呢他就咔咔咔咔咔咔就掉下来，好，这是你的药，你敢吃吗？我都去试过嘞，为了我的腰骨病，飞多远都去啊。后来到就只有自己回来，自己救自己了，就靠我们所修的，用这样子的力量。以前试过这么多次帮人家，都达成感应，现在靠自己救自己了，才慢慢慢慢又站起来。我说了无数次了。这真实的，我现在是自己靠修真佛密法，靠佛菩萨诸尊每一尊这样子的一种法流在帮助你，好，再连起来你所有的问题，把这一些啊怎么样子的问题去消除，就用这样子的一种光，一种思想，然后自己慢慢又可以站起来。我不敢讲说百分之百，但最起码在恢复中。你知道，所有的医生只要看到我的片，都认为这是根本就已经是严重到最后了。还很多医生跟我恐吓：“你过了那个开刀期，你要再开刀也来不及了，你终身瘫痪了。”我能走多久就走多久了。我告诉医生：“我现在能够走多久，我就走多久。”我现在还能走我就走，万一我一开刀瘫痪了我就不能走了。我医生就觉得我没救，没救就没关系，本来就没救，能够让我用多久就用多久了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我是很认真很用心的，我跟老天佛菩萨讲我为什么要再站起来，如果是我的病业我该承担，如果我前世少杀生的业，这一世让我这一世这样，我愿意承接，可是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把它完成。如果老天苍天你们认为我还有这个因缘，
还有这个条件，你们可以运用到我，好，用到尽吧，弄它完成吧。我就是这样讲，上香讲，如果你们觉得我还可以用，好，那么用到尽吧，不要留到一点点还不用，可惜了，就这样。所以他们觉得我还有用，所以大概就是还有用，所以让我再继续的可以再做事吧，就是这样。所以一定要感动的，一定要感动他们才有效的。那你要感动他们，首先是什么？是你的表现，是你的表现。他们为什么要帮你？你去求人家为什么要帮你？问你啊，你什么值得我帮你？很多人找工作啦，很多人求什么事情啦，为什么要帮你？这么多人不帮，为什么要帮你？你要有所拿得出，让他觉得要帮的条件，这个很自然啊，是不是？这很自然啊，就好像我儿子，大儿子前几天打电话给我说，哦，你回来美国了，什么时候走？啊，我就跟他讲，我说你要回来吗？他说我现在正在安排，啊，我的时间怎么样怎么样？啊，如果我要回去，也大概就是一两天，啊，看你，我就要走了。我说 OK， 然后就讲到最后，他就跟我讲，嗨毛，你有没有看我的电影？我说哈，你什么电影？我监制的，啊，我监察，啊，这个制作的监制的，我什么片？刚上片呢，啊，《The Call》。我说哦，《The Call》是什么？对不对？啊，你没有看啊？我说我现在才知道啊，我怎么知道？我只知道说哦，弟弟在讲你拍电影了。我说什么时候你跑去拍电影了？啊，你是主角吗？不是，不需要我们演，那么辛苦干嘛？对不对 ？OK， Hollywood 出的，我不知道是什么。啊，昨天想去看，对，但是时间上太晚了，因为我要赶在他回来，让他问我说哦，里面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后来我就跟他讲，诶，那你现在他讲还要继续再拍哦，还要拍几个片几个片呢，三四片现在目前已经在进行了哦，都是找哈利伍德最好的影星来拍的哦， OK， 是不是？那我就跟他讲，诶，我说儿子啊，如果你在拍片以后要不要拍我们啊，是不是拍师尊啊，拍我们啊？他说你们有什么值得让人家拍？是啊，他不知道你们做了什么能够拿得出来啊。对啊， even 是我的儿子，我也要准备东西啊，还要感动他啊，先感动了他再感动投资者啊，才有机会拍东西出来啊，是不是呢？都是一样啊，都是这样子的啊。我们跟他讲哦，我们做什么做什么，他们不知道啊。你要告诉他们啊，他们不懂啊，你要让他们知道啊。同样的道理，所以我们跟佛菩萨跟谁讲要做什么事情，要说动他们的心，让他们觉得你所说的话，确实有那么一番让他们心里有触动的感觉，他们就愿意帮啦。就是这样，同样的，天同人慈，都是同样的道理。所以今天我们要跟佛菩萨求，要拿出我们真诚的心，否则这世界上都是没有的疮疤忘了痛，你求到都忘记了，你每天都在求啊，大事小事，是不是公事私事都在求啊？哪一件事情你不求？因为你无能，你才要求。当你所有的能量具足了，就换到人家求你了。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往外求？求这些自认为比我们还伟大、还殊胜、还有法力、还有一切的，就跟他求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不能啊，不足啊。本来22号我们想要做一个
密教五财神的这一个附魔再多一坛，而不是就瑶池金母。所以我就叫他们准备了这个五财神的资料，那么我就在跟老天佛菩萨，要不要五财神您来帮忙做个主针，让我们增加这个财源。因为823年才有这么一次，一个月三月份，就是这个月有五个礼拜五、五个礼拜六、五个礼拜天。那礼拜六跟礼拜天我们都有做附魔，这个礼拜五没有，所以我们就要把它凑成礼拜五，连续有三个五，就只有今年三月份，823年正好有五六日一个五，所以我们就希望，啊，有这么样子的多出来。那礼拜六、礼拜天都各有两坛，礼拜五就一坛，所以我就想再增加一坛财神法，五财神，白红、黑黄绿，啊，密教的五财神，像我们的黄财神，啊，就是我们的八大本尊，所以我就想这样做。那我就在里面办公室就沟通，然后还没沟通前，我就请啊住持莲英法师去代表把杯，他把出来是 no。那我就在里面跟他们商量，可不可以啊？他说：“你知道修财法给众生这个密教的真财法是什么情况？是什么意思吗？让人家真意真财？”我说：“什么意思？都是给那种贪念强的人。”贪求、贪心的人来修的嘞。你认为你们紫莲堂这些人很贪吗？哎，我想跟他讲，不贪，可是大家真的很要钱，是不是？哎，他怎么讲？他说：“你觉得你带领了20几年，训练了这么久。”你的道场的人都很贪，那么你就做吧。怎么办呢？他这样，他所有的密教的求财法都是给贪念的人修的。果然，你如果不讲求财的、真财的，都没什么人参加报名。你来一个财神，哦，就很多报名来者了。像师尊今年2月23号。新的一个勾财天女，从来没有的，哇！你知道主持者功德主有多少现他打吗？1000个人呢，大家都拼命要发财呀，勾财呀，从来没有的，第一个先看到我，对不对？贪呐，告诉大家，我也是其中一个。我贪呐，贪紫莲雷藏寺啊，勾过来呀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一尊是师尊，是真佛宗，是世界各地从来没有人知道，唯有真佛宗有，唯有师尊去把它介绍出来，创造出来了。当初是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要创造西方极乐世界净土的时候，就只有阿弥陀佛跟他。他去把它勾出来这个现象的净土的，他最厉害的，所有的一切都是这样勾财天女勾出来的，最好的一切勾在那里的。所以这一尊不得了，这一尊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化身出来的。所以只有我们真佛宗，只有信仰才会了解的，平常都没有，最快速感应的，哇！因为听到从来没有，又是第一尊，又什么哇！只要是求财，全部都出现了，就是这样。结果五财神跟我讲，所有求财都是给那种贪念重的、贪心重的、欲望重的那种求这个的外向的无明者来修的。你带这么久，你们这里是不是还很无名？我当时说 no no no， 那 no 就不必啦。我说 yes yes 不必了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样子了，所以我们就还是抱着金母大腿好了。
金母您都不会因为讲我们贪，对不对？这五财神你看，哦，这么样有个性，哎呀，是的，这要修密教的法是越修越光明越智慧的，你还流于一般世俗的欲望，还这么样子一个贪念重，在他们的护法神众是，哎呀，修这么久还这样子，哎呀，还念多少咒，哇，持多少咒，哇，做多少功德，哇，就应该怎么样？哎呀，这一般的贪念的，哎呀，对不对？所以那就会，所以昨天呢，前天我请了，我说，哎呀，我在里面还在跟五姓财神，哎呀，沟通啊，白财神可以吗？黄财神跟我这样讲，你认为你这么样苦口婆心，你这样子的教导，难道这些人都依然还是没有增长智慧，还是这样子的贪心、贪念、贪欲重吗？没有一个表现一些比较高超的吗？我为了要让他们看不起，我说嗯，我们这里都很好。OK， 所以我们就没有加这一谈了啊。所以各位，如果一到了什么求着什么东西，要比较有一点啊表现吧，啊，至少给我点面子吧，是不是呢？哇，一谈到财，赶快抱住大腿啊，抱住大腿，可以了。瑶池金母不怕，金母说：“你们尽量求吧，我大腿尽量抱，没关系。来者即有缘，业障哈，我帮你们消一消，只怕你们不来，去抱别人的，抱我的没问题。”金母，是不是？啊，我们还是抱金母的腿好了，是不是呢？他从来没有这样讲，给贪心重的人修的，这马上有钱，是不是？勾你们赶快回家，修他的法，他就有救你们的机会了。就抱别人的很难呐，只有修他，他才能够帮到你。他终于回家了，孩子，对不对？啊，来到母娘旁边，赶快回来。你知道他活成拼命杀，拼命杀。让你赶快清一些这些障碍，然后五姓财神，哼，你给我记住，哼。不过他是讲的没有错，为什么还要增加大家的求欲呢？已经够多了，可以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越修心要清，念头越要开，你越来越逼，越窄越湿，这就不对了。我带领你们也错了，虽然我们现在很需要巨大的法财来建我们的雷藏寺、紫莲雷藏寺，但是依然我们的方向还是要走对。好，我们还是要走对。我身为一个主持者，我不能把大家带到偏差的方向。大家的身口意还是要清净，该有的自然会有，莫有的怎么求也求不来，即使求来增加你的灾难，增加你的障碍。所以这个带领者很重要的，我随时随地自己本身所掌舵的这个要这个船的掌舵者要很小心，你知道，很小心。最终要消业，业消福增，这就是我一直在回向大家的夜宵福增，灾除，这个灾除障，这个灾病什么病？刚刚那个回向是什么？灾病啊，灾病障除，那灾病除障也可以，灾病障除啊，都可以让大家的灾难、大家的疾病、大家的障碍都能够除掉啊，这个就是现在，这是最重要的啊。好，药师佛。好，那请您帮助了。刚刚我在里面已经给大家一片了药师佛的护摩片，写上你的名字，除你们的这些病。OK， 我再扫描一下。好，这个身体有病痛的举手。身体有病痛，不管什么病，有病痛的，腰脚痛的，有手痛的，有什么病的 ？OK， 好，放下来。有很痛的病的举手，觉得自己有很痛的，
表示你们这些无病呻吟，你都还很好，你什么痛啊？你什么痛啊？心痛，心痛是哪一方面的心痛？心脏痛还是无形的痛啊？心脏不舒服，有没有去检查？没有啊。你是压力痛还是男朋友不要你的痛还是什么痛？感情痛还是没钱痛还是什么痛？压力痛啊，啊，压力痛你心脏就会痛，是不是？会不会头晕？会不会窒息？那种感觉，有的心脏痛会窒息的，会无力的，焦虑，焦虑啊，啊焦虑啊，那这种只是一种感觉，并不是真正的痛到啊倒在地上。那种一种无形的感觉，引起身体很难受。引起身体很难受，对。当你有什么事情有压力的时候，没有办法如你的心愿完成这个目标的时候，啊，不止你，我们都有，对不对啊？揪心啊！人类这样子还盖不起来啊！揪心啊！哇，这个政府还不给我们执照，揪心啊！对不对？哇，这样刁难，揪心啊！会啊，我自己本身也会揪心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这叫压力啦，还有没有其他的？那表示你们今天在座的都 OK 啦，是不是？啊，这个小病啦，是不是？啊，没有什么大病啦，那么还能坐在这里，都一定都是 OK 的啦，是不是呢？嗯，那你们觉得哪一个可以？譬如他讲出来，我就会对他特别清楚了。他心脏，哦，心压力，焦虑。那他有不可告人的压力，对不对？焦虑。那还有谁？有没有谁要跟我讲？哇，我真的有问题。那我就特别把你观想到我里面来。每个人都有。哦 ，OK， 有人举手 ，OK。啊，你什么病？我的眼睛流不停。多久了？7个月。哇，有没有听到一个这样子的病症？7个月。月经每天来吗？这真的是一个大病，看过医生了，中医西医都看了，你看中医西医都看过，没有人可以帮他治疗这个病。药师佛看您的啦。还有再来，还有什么？大概你什么病啊？喉咙有肿瘤。喉咙有肿瘤，有没有去看过医生？肿瘤是良性还是恶性？还没知道。还没知道，去检查了吗？他你怎么知道有肿瘤？是东西有卡住是吧？还是讲话讲不出了？有去看过，但是还没知道是良性恶性。嗯，听到不清楚。你多久了？多久了？你检查这个喉咙有瘤的有多久了？去年七月啊，去年七月到现在啊都没有认真去对待啊。你至少要向他说看过中医西医都看不好，你都没看，这个是不负责任，对自己身体不负责任的状态耶。害怕。害怕。OK，OK，还有谁？没有了哈 ，OK， 好，你什么问题？就是我的左脚有时候自己有点痛，因为去年开刀以后，然后呢，只要我做一点点运动，我脚就越来越痛。那你的左脚开过刀以后，里面有一根钉子，哦，里面有一个钉子，你看法师都比你还明白，那你左脚就会痛。稍微运动一下就会痛 ，OK。那是开刀以后的后遗症是吧？不是，开刀里面装钉，装铁。那装铁不会痛啊？所以他说他会痛吗？那你要回去看医生啊。因为我大儿子也是车祸后也是装个钉子啊，那已经几十年了，还算 OK 啊，还可以踢球哎。嗯的，所以你要回去看一看，也去了解一下哈。他回去要把钉子拿出来，那去拿了没有？哦 ，OK， 好，那还有没有其他的 ？OK。上次
是我儿子对鸡蛋花生过敏。哎呀，讲你们自己吧，不要讲到儿子其他好不好？我现在在场都已经搞不定了。OK， 你就想你儿子。OK， 好。我的膝盖还没好。你的左脚还是右脚？你的左脚膝盖还没有好。OK， 膝盖是什么问题？像是从楼梯上跌下来。从楼梯上掉下来，跌下来。所以跌了以后有没有去看过医生？有啊。医生怎么说？还在看。还在看，有没有碎片啊？有没有什么这些啊？没有，就是膝盖还在痛。还有呢 ？OK， 好。个脚有时候抽筋很厉害。脚抽筋很厉害，是脚底还是什么？哦，这个膝盖不是的，这个小腿。哦，是在睡觉的时候，还是在走路，还是在什么？白天？白天不一定。哦 ，OK 啊，还有呢？没有了哈。OK。哇，我感觉到你们刚说的都是我的症状，我好像也都有这种症状哎，真的啊！哇，心脏无力、揪心，你知道，双脚抽筋，对不对？膝盖关节，哇，腰骨好像都有哎。我也都有啊，是不是呢？那怎么办呢？要师父抱着您大腿了，对不对呢？哎呀，拜托啊，我们好多好多的病业，要知道一句话啊，凡病皆业，所有病都是业障，所以我们叫病业。病业，只要哪里让你不舒服的问题在身体的身心的都叫做业，叫病业，凡病皆业。所以呢，我们就要面对我们的业是怎么形成的。有时候是前世你不知道的，单单这一世一定有因有果的。你吃什么东西让你今天这样，哦，你做什么事情让你今天这样，你到什么地方上班，那个地方有什么影响你，让你现在这样。甚至于你的病业是来自于你的父母亲、祖先、长辈的遗传的基因，会这样，都有的。所以你就要知道，以佛教徒讲的因果的观念，就要去面对找。